啊，千辛万苦，现在终于千辛万苦，我现在终于到日月潭。然后我现在在这边是伊达少码头，我上次来的时候还没盖好，所以我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。这边停车场、游客中心，然后这边是他新盖好的码头。我上次来的时候还没盖好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远方，有看到远方吗？远方那边有那是那个日月潭的缆车站，有看到吗？缆车站，好，我们走吧，上个步，把镜头转一下。小年夜还是蛮多人的哦。这是谁啊？小年夜还是蛮多人的。我坐过了，但是我不全凭。前面看一下，我上次来的时候码头都还没盖好，都围起来，而且是晚上，晚上什么都看不到。画面转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可惜现在是枯水期，所以现在水很少。你看那个台阶非常非常高。对啊，你看那个船渡船头那个接客的那个梯子非常非常的斜，你看，就是日月潭现在没有什么水，你去前面看一下。应该更多了，因为大年初一大家跑出来了，跟小年夜而已。就是不是停车场，是对面这边海那个湖边这里。明天在台中吃年夜饭。跟小年夜而已。哎，因为每天过年，每次过年哦，对，都是我过，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了。爽，没下雨都好。真的没下雨多好。这边床还蛮多的，我看一下。然后前面有个拍照用的观景台，这边也是。然后远方那个好像是筏钓吧。就是竹筏钓，载你去湖中间钓鱼，然后这边应该是渡轮。那有毕业生在拍毕业照。先这样吧。OK， 拜拜。